于香泉与柔柔交往多年，两人于去年开心宣布订婚，已开始筹划婚礼。引人注意的是，近日有周刊直击于香泉带着柔柔到妇产科，疑似是有好消息了。对此，于天也证实柔柔目前已经怀孕三个月了，更提到于香泉一得知怀孕的消息，就相当着急地问她该怎么办。一番话让于天直呼什么怎么办，就是娶了啊。随后也大方透露预产期是在11月24日，刚好与乐乐的生日是在同一天，而原本预计要办在8月的婚宴也打算延期，两人应该会先登记结婚。消息一出，让不少粉丝直呼真的太恭喜了啦。